入侵民宅，冷面杀手杰森·史塔森在《极速秒杀二》中为了女友冲出江湖。直接跳到海里，看来熟门熟路。利落的身手，杰森·史塔森帅气指数破表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以前他可是英国的跳水国家队成员。从跳板上转身一跃而下，身手依旧不凡。其实杰森·史塔森在1990年时参加英国联邦跳水比赛，一身修长结实的身材让网友直夸有头发的他实在好帅呀、啊。但入水时帅脸却差点撞到水池底部。12年的跳水生涯中，最高名次只有世界冠军赛第12名，跳水表现没太大突出。1998年倒是被导演盖瑞奇挖掘拍摄电影。You don't know me. You're about to. 在戏里，光头造型总是超抢眼。这一次，过往的模样被翻出来，健美线条依旧，粉丝也直呼，除了头发外，杰森·史塔森的帅气多年来实在都没变。记者谢文祥、罗怡景台北报道。